龙树菩萨讲到有21件事，那印顺导师的笔记里面把这个我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受请转于甚深法轮，这个是第三件。那这里虽然主要是讲因为要转甚深法轮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像前面我们也讲这个放光那是为了转甚深法轮那也会放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他说经文，菩萨出生时放大光明普遍十方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有说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一般就是放光动地了然后光明遍十方了。好，那接下来就是生下来之后这里没有讲到右胁出生不过大智论卷五十的时候有讲到右胁出生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板就是卷二十的时候是讲储胎成就，卷三十是讲生光成就就为什么放光，然后卷三十五跟卷五十都讲出家成就，其中卷五十有讲到右胁出生那这个右胁代表什么，这个上一堂课我们也有说了那所以接下来要讲行至七步，事故观察，作狮子吼而说寄言，我身胎分尽，是罪末后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好，我们现在要讲这一段。那菩萨出生后就能走七步而且事故观察，观察四方然后说了一句话那这是我最后一生了那一般都会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好，那这个龙树讲的我身胎分尽，是罪末后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好，那这个一般来说那各个经论讲的都不一样，我们先大概这样讲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是易足经的最简单的易足经是佛陀时代就已经有在流传的经籍就是说佛陀时代佛还没入涅槃，佛还在世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有传送佛说的法那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像法句经经籍那么这种都是佛陀时代就已经在流传的了。那经籍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最早的大概就是易品跟彼岸道品，那易品就是易足经就是我们翻的所谓易足经还有彼岸道品，这两个大概就是佛陀时代就有在流传的了。好，那是最早的了。好，那像阿含经这个都是佛灭后大家是结集的了。那我们就举最早的易足经的记录他怎么说我们看他比较朴实，相对比较朴实。好，我们看一下，他说地大动这个放光动地，这个龙树还没有讲就讲现大光明悉照一切那这个就是遍照十方了。好，那么走下来就会走七步，无所报以，就是没有人扶持跟这个一样无人扶持一样堕地行七步所以一样变左右视你看他这个最早就是左右视而已，后来就变成环顾四方然后后来环顾十方，等一下我们会列出来就是比较看看，你就会发现在对于佛，就是对于佛陀观这一件事，那么越后面的就越详细，而且越殊胜了通常都这样你会发现到这样。好，那么最早就是这样易足经的易足经我们说是易品这个是非常早，佛陀时代就有在流传的佛还在世的时候就易品跟彼岸道品这个南传的把它编在那个经籍里面这两个都是最早的那像阿含经杂含这个都是佛灭后才编辑的那这个是之前就有的，还有像法句经，某些法句经了。好，那他说左右是出生眼他只讲这一句，你看三界圣古何可热者就是三界圣古何可热，只讲这样。好，
那我们来看《禅阿含经》里面有说到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说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说以现在释迦牟尼佛的例子啊，我们说四相成道，后来说八相成道啊，就是说从出生啊，那么转法轮啊，然后成佛，出生成佛转法入涅槃，后来就开始啊，就变成啊八相成道，那有各式各样的八相成道。好，那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后来有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所以一切的佛都是这样啊，从前面的迦摄佛啊、居那含摩尼佛啊，然后到未来的啊弥勒佛啊，比如说释迦佛有大弟子舍利佛，神通第一的啊，还有智慧第一的，有侍者阿难，有一个儿子罗诃罗啊，然后有一个太太耶稣陀罗啊，然后他是右胁出生啊，然后出生就会走路啊，那这些其他的佛来成佛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啊，也都是这样，所以他叫做诸佛常法。后来就有变成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所有的佛都这样。那你说有可能所有的佛都这样吗？啊，应该也不会啊，应该说啊，并这个是以这个娑婆世界的啦，那其他方世界的有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好，那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啊，那极乐世界它是化身的，它就不一定有这个啊，那它也不可能有妻子，不可能有儿子，它就不可能有这样啊。啊，好，那但是这个是从娑婆世界，就是来这个世界出生的，基本上啊，诸佛常法它就是有这三件事啊。他说从右胁生啊，然后专念不乱啊，就是正念。然后堕地行七步，无人扶持。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是类似像这样，你看遍观四方啊，他这里就讲到四方了。那这里只是讲到左右四而已啊。那到底讲了什么话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左右四到遍观四方，从向北方走七步，或是没有特别指哪一方，就走七步，只是讲走七步。后来就有特定的方走，向北方走七步，后来就向四方走七步，后来向六方走七步，到了大圣经典向十方走七步，啊，那么每走一方就讲句话，啊，所以最多有讲六方，那么都讲了六句话，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佛传里面，我们上次有讲到佛传，啊，那么各个部派流传的佛传，那么会依据自己的想象，或自己传承下来的，或自己听到的故事，那么都会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啊，那么经也是这样，经也会加的啊，就是你想律，一般我们讲经是佛弟子也可以讲的，就是佛陀流传下来就是法跟律嘛，法跟律。那一般来说法是佛及佛弟子都可以的，佛及佛弟子。那这佛弟子也有在家也有出家的，啊，他听佛说，佛为他说，或是他在家弟子也有很多正出国、二国、三国的，比如说像持多长者，持多长者也为比丘说法嘞，持多长者也为这些外道说法，啊，那么他是智慧第一，那所以佛及佛弟子，那佛弟子一般来讲啊，多数都是出家的了啊，那也有少数是在家的啊，比如说像大乘经里面讲的那圣曼夫人、茉莉夫人啊，她也很会说法。好，那这个法是佛弟子都可以说的，但是律来讲，只有佛能治。佛说智者不可以改啊，这大家是崛起的时候已经是制定这样的一种规则了，佛已经治的不可以再改，佛没有治的不能增加。那佛法不是啊，佛法是大家是结集了之后，他也有其他的人说，我听佛这样讲，我听佛这样，他又加了又加了啊。这佛弟子本来就是法里面本来就有佛弟子的啊，弟子所说受啊，就本来就有 啊。那但是律没有，律只有佛制，你不能说那后来弟子加不行的，佛灭后已经是这样规定了。但是说是这样说，我们看现在的多部律、四分律、五分律传下来的五部律。四分律、五分律、升起律、根由律，啊，那然后还有南传的同蝶律，啊，然后这种就是还有
同结律就是意大利像我们说的三戒律啊，它没有放完全，但是这些它里面主要的是一样，但是其他的不完全一样。好，我们举一个最大的例子，像我们中国是以四分律为主，四分律的重学法有100条啊，比丘尼我不晓得是不是100条了哈，比丘戒里面有100条重学法，照理讲律是律是只有佛，佛已经制的，佛已经制的不能改，佛没有制的不能加，照理讲是这样啊，这是大迦叶解体的时候就这样规定了。但是经就不一定啊，经就是啊，我也听佛这样讲，听我这样，佛弟子也可以啊，法也是啊，佛弟子所说法也是啊，所以就加到最后太多了嘛，所以又分成四阿含嘛，啊，其实是这样。但是律没有啊，律它就是不能改了。好，虽然是这样讲啊，四分律的重学法100条，你如果看四分律的广律啊，你会发现到它非常重它。四分律有一个就是法藏部的，四分律是法藏部的。啊，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个概念啊，因为像这种佛传的东西啊，那么对比至于法跟律，它改的范围更大，改的范围更大，律是不能改的都改了，那法是可以改的，当然加的就更多了。那这种佛传的，它会加在一般前面我们讲嘛，它有时候会加在律里面，就是律流传出来的，最早都是从律流传出来的啊，那么它在广律里面、你看四分律重学法有100条，其中24条是跟塔有关，它重塔，24条跟这塔有关，2条跟佛像有关，就26条了。这26条其他的律典里面一条都没有啊。那你说四分律，像我们大家说四分律的比丘，你说四分律就知道。不可以，不可以持佛像从大小便出过，啊，那么不可以安佛在下座挤在上座，在上房啊，安佛在下房挤在上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佛像，啊，但是他也把它置进，所以很明显是后来加进去的。那么关于塔，啊，关于塔，那么这个不可梳脚向塔坐啊，类似像这样的，那么。总共就有24条，那么最多的有113条的样子，啊，好像是十诵律还是神曲律，我忘了，就是113条，里面一条跟你塔的都没有，他单单塔就赚24条，你看，那这些都是加进去的，26条都是加进去的，其他的部派一条都没有，啊，南传的也没有，北传的也没有，就只有他有，那么你就发现到说。我们所谓的经跟律，啊，那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佛传的话，你会发现到，等一下我会把它抄起来，你就会知道，本来是啊，像这个是最原始的说法。那我们上次讲过，佛传的集大成者就2部嘛，一个就是《佛所行赞》，一个是《佛所行赞》，一个是什么？《佛本行集经》，这两个是佛传的集大成者，就是综合所有的部派啊。的佛传来描写的，那大智度论是大乘的集大成者，啊，所以里面讲的很多故事，那么其实是有一些部派他流传，啊，讲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些故事，我们有时候我们要从佛教史的发展，就是佛教本身就是缘起，它本身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派，不同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说法，啊，那你会发现到越来越多，啊，比如说我们讲说摩登伽女遇阿难这一件事，啊，最早的说法没有那么复杂，后来就越来越复杂，本来没有咒，后来有3句咒的样子，1句咒、2句咒，反正就是有一小段咒，后来就长一点，后来变成楞严咒那么长啊。啊，误会了啊！这个就是你又发现到它是慢慢发展过来的。好，那佛传也是这样。现在大智论记载的这些佛传，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要就是说它是，我们第一个要记住就是说，龙树是大圣的集大成者，所以他可能理解或收集了很多有关大圣的这一些
佛传的一些概念啊，所以他也把它写进来了。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就是说像彼岸道品啊，那长阿含这个，那么这个看起来都还比较朴素一点哈、啊。那你看他讲什么？他讲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啊。那三界女毗婆沙基本上也是这么讲啊，但是后来我们也有讲唯我独尊啊，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而已啊。一般我们就是举右手啊，太子举右手，然后一生下来老实讲是没有办法走路的，但是他一生下来就能走。那我们说过，这个跟他是刀立天人下来啊，这个有关系啦啊，就几岁啊。那么唯我独尊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写。那么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好，他通常最主要的啊，就是我比较过，就是佛到底讲了什么，生下来到底走几步，那么讲了什么？那如果十方各走七步，就七十步了。如果六方各，这个是大圣的，大圣才讲十方。啊，其他的都最多讲到六方，啊，那六方各走七步，就四十二步啦。啊，如果四方各走七步，就二十八步，啊，那一般来说，就是他只是讲走七步。那么有些还讲啊，举右手啊，举右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还有些还这么说啊。那这里你看，他就到这里，他就是遍观四方了啊。龙树讲的也是遍观四方。啊，就是遍观四方，一般遍观四方就是这样。但是它也可能是形容词，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有表法啊，有表法啊。那么举手而言啊，那有些说举右手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好，我们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主要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是这个啊，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就是我是这个世间啊，最尊贵人。当然很多人在讲，那我是什么啊？我就是说，他是要来成佛的，这件事只是他来成佛啊。那么要度众生，生老病死。那么这个如果想从这里来讲啊，他就是要出生死。一般来讲是他要出生死啊，因为龙树的这里是我最后生啊，是最末后生。我生胎分界，我生你界，就是我不会再来投胎了。龙树讲的是要。他要出生老病死，啊，那这里说的是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就是说他不断自己出生老病死，也要度众生出生老病死。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是常常说到的，就是说佛为什么出生在世间？因为世间有老病死。那么佛出生在世间，就是要来为世间的人说出生老病死的法，老病死的法。啊，假设世间没有老病死，他不用成佛啊。那么是这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所以那么世间的人都没有办法出生老病死，没有办法出老病死，所以他来告诉大家怎么出老病死，他就是要来出老病死的啊。那其实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件事。好，那么我们先大概记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写这个其他的。那第一个就是《易注经》里面大概是最朴素的啦啊，左右四，然后讲三界圣苦何可乐者，就讲这样啊，就讲这样啊，这个是最朴素的啊。那《长阿含》里面讲这个是诸佛常法三件事，右胁出生，那么走出生啊下来就走七步，然后遍观四方，然后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然后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好啊。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其他的经典怎么说啊，我们做比较才会知道了。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因为我们看的书哈，不要紧，因为我们看，因为尤其是北传大圣的经典非常多，那么各个记载的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到底要相信谁的？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观念，第一个，他在什么时代出现的？哪一个地区出现的？
是属于哪一个部派的，那么这一些就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你一定要知道，即使是佛法也是缘起的啊。你像唯识啊，从据称是弥勒论师，然后来无着，来世亲啊，来护法，来戒贤，来玄奘，来窥基啊，这也是一直下来的啊。它也是一个，也是一直演变的。像般若经也是啊，啊，从讲无我、讲空啊，到我们这个最早讲啊，道行般若最早的道行品是没有讲空的，讲无我，然后讲空，从三空到七空，然后到十三空，到十八空，到二十三空，你会发现到说它有一个就是演变啊。那么大乘佛法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那你不管读哪一部经，你了解到这个第一个这部经的年代，它大概是哪从哪里？比如说《华严经》，《华严经》里面的很多说法啊，《华严经》不是一时一地一人啊，它的很多说法都跟那个西域那一边啊，那比较有关系啊，那所以它比较会有那一种就是那一代的佛法流传出来的比较多。啊，就是会有那一种，还有翻译的人也有问题。翻译的人他怎么翻译？啊，那么跟比如说求那巴陀罗翻译的基本上都是如来藏系统的比较多。那么这一些你了解了之后，你后来在研究佛法、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理解说他为什么这么讲。啊，比如说玄奘非常重，从戒贤那边的，他非常就重唯识。啊，那你会发现到唯识基本上跟有部跟部派也有一些牵连啊。那么你了解这一些，其实有助于有帮助于你对佛法一本经律论里面，那么来看待他怎么说这件事，那么你比较会清楚了啊。那比较不会说啊，你看了这本经，然后这本经又讲跟他不一样，这本经又讲跟他不一样，你会乱掉。其实不会啊，你有一个次第，然后你有一个脉络，你就知道哦。是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变这样，后来变这样，后来变这样，啊，那你会发现到这个时代的、地区的跟每一个人不同的啊发展。好，那我们来看普药经啊，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佛传里面啊非常多，那我们来看从比较朴素的，就是易竹经了啊，易竹经里面你看它讲的就比较简单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些佛传啊，卷二里面他说堕地行七步啊，那我们再来跟大智度论比较了。堕地行七步啊，这个是一般都是这么说了啊。那么然后他就想我当就度，他堕地行七步，你看他没有讲向哪一方什么样啊，他只是讲堕地行七步，然后他就讲我当就度天下啊。我当救度天下，这个跟《易竹经》里面啊，不是跟那个《长阿含》里面讲的是一样的。我当救度天下，为天人啊，天上天下，我当救度天上天下啊，就天人啊，啊天跟人啊，我当救度天上下，为天人尊。这个翻译过来就是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唯我独尊啊！翻译过来就是这样，我当就是我要救度天上天下啊，那我能救啊，所以翻译过来就是天上天下，就天人师啊，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原来就是我要救度天下天跟人啊，人天啊，那么为天人尊。好，好，那么这个是。断生死苦，三界无上，啊啊，这个也是大智论里面讲的啊啊，这我们刚才如果有看那个长阿含啊，类似，它类似像这样，大智论是说，啊，我身胎分尽，是罪末后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它这个是记的啊，翻译的，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他翻译的比较顺，比较好看一点的啊，他说断生死苦。三界无上，
一切众无为昌安，使一切众无为昌安。后来我们就可以比对，像《金刚经》讲的，要救度一切众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你可以比对看看啊，它就变成是六道四生了啊。这里不要，这里主要是天跟人，因为早期佛教认为可以解脱的就是人跟天而已啊，天和人这两道啊，其他的是不太可能得解脱的啊，所以就是为天人师。后来就变成要度一切众生了，后来变度，后来到了慢慢发展到中国，就变成专门度鬼道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啊，那最典型的就是像啊《地藏经》啊《十轮经》这一类的，啊，那么基本上就变成专门要度三恶道的众生，啊，那其实原来像《地藏十轮经》跟《地藏经》这类的，也不是要度地狱或是度三恶道的众生。它的最重要是要度人跟天，但是让人跟天不堕三恶道。我们上次讲过嘛，修行的三个坎，第一个就是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让人跟天不堕三恶道，主要是人，让人不堕三恶道。那《地藏经》像地藏菩萨这个是比较倾向于除了度人之外，他们第一个坎，他重在第一个坎，让人不堕三恶道。十论经也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要去三恶道救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后来就变成发展到，啊，像我们很多法会啦、超度啦，后来就像焰口啦这种专门去度鬼道、地狱道的众生，就变成这样子了。其实这个是后来演变的哦。所以，比如说，那你说我们在看待一部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或是哪一些思想演变来的，那么这样你就不会乱了。你就不会说，那你这样讲，那地藏经不能信哦，没有地藏菩萨喽，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啊，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经典。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大智度论，那么大智度论，我们先要知道他是大圣的集大成者，所以你也不能说，啊，他说的故事你全部都认为他讲的是事实，也不是，啊，比如说像我们讲说他讲耶稣陀罗怀罗侯罗的时候，怀孕六年才生下来。啊，那么这件事基本上它应该是比较后期传说出来的啦，啊，那慢慢它也把它加进去了，啊，那其实是这样。所以你用这个观念来看其他的经典，你很容易抓住这部经典它为什么这样说，它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你就不会变成真正的它要说的你没看到，啊，那你就不能了解这部经典这样说的真正意涵在哪里，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普药经》里面说到啊，他说这个他也是两件事啊，就是天上天下唯我为尊，然后他要出生死啊，度众生，这个跟《长阿含经》讲的类似了，一样啊。那《大智度论》讲的也一样，只是他翻译的不太一样啊。他说我生胎分尽啊，那么。这个是最末后生，他就是要出生死了，出老病死了啦，啊，然后我以得解脱当悟度众生，度众生这两件事，第一个，这是我要成佛，这是第一件事，成佛就是他要解脱了嘛，啊，那么阿罗汉跟佛最大的差别就是度广大的众生跟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度广大的众生或广告众生不一样啊，就第一个我要成佛，第二个我要度众生，后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菩提心嘛。成佛度众生，成佛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成佛是为了度众生，那要度众生才能成佛，后来就有所谓的波罗蜜，不是波罗蜜啦，波罗蜜啊，成佛的资粮啊，所以说他是我成佛，我来这里是成佛的，我成佛是要度众生的，那到了大圣经典都特别强调，那为什么都是解脱，都是阿罗汉，那佛这尊阿罗汉不一样，所以就开始研究有所谓的波罗蜜到彼岸成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那么成佛的资粮之后啊，那么开始就重视你如果要成佛，
你必须要具足像佛这样成佛的资粮。后来就有所谓的六度波罗蜜。那到底要具备什么？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哦，各个部派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基本上般若经讲的六度波罗蜜，后来有十度啊，六度波罗蜜基本上是一大众部的。那其他的部派讲的是波罗蜜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个之后啊，像经典里面就会比较强调，你要度众生，你才能成佛。你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后来就变成所谓的菩提心，后来非常重菩提心啊，其实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是普药经，然后来看善见律。善见律毗婆沙啊，毗婆沙就是论了 啊就解释善见律的啊。那么卷四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看一看其他的经律论都是怎么说这一件事的。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大智度论说的啊，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啊。那他说堕地。大家也可以画一个图，然后把这一些做比对了哈。啊，因为我们的黑板有限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啊。堕地行七步，它不是堕地行七步，它是堕地向北行七步。它开始有一个特定的方向了。你看《易读经》也没有说特别向哪一个地方啊。然后它开始有所谓的向北行七步，那这里只是堕地行七步啊，你就会发现到它有一个发展了啊。好，堕地向北行七步。那他说什么呢？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啊，他只是讲这样啊，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跟阿含经讲的一样啊。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唯我啊，就讲这样而已。好，来看本行基金。本行基金是本行基金跟佛手行赞都是集所有佛传的大乘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如果它出自于本行基金或出自于佛手行赞，我们如果比对一下看大智论的，基本上应该多数从佛手行赞里面出来的比较多了啊，但不一定啊，因为我们说它是集大乘者。那么佛传的集大乘啊，这上次应该是上一堂有讲啊，就是佛传的集大乘，佛所行赞跟佛本行基金啊。好，那其他的都是各部派的。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本行基金啊，有佛说本行基金和本行基金啊，本行基金这个有集六十卷的啊，本行基金卷十。好，我们看他怎么说。他本行集经就讲到向四方各行七步喽。你看到本行集经啊，因为他是集合大家的嘛，所以如果有讲到那个时候讲到四方啊，他只是讲各行七步。各行七步其实就是向四方了，四方各行七步啊，各行七步。那么我们会发现到后来就会越讲越详细。啊，像摩登伽尼跟阿难这一件事啊，你就一样啊。你如果集合所有的经律论来看，你就会发现它啊，越讲越详细，越讲越多，越讲越厉害啊，就变成这样。好，那么住于东面，住于东面是最后再往东了。那最后往东，那前面是往啥？东南西北嘛。啊，东南西。那你就比如说如果是这样啊，从南然后往西往北往东，那最后是往东啊，或者那这里说的是向北啊，向北行七步。那向北行步它就是面南嘛啊，它出生的时候是面南。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啊，摩耶夫人在树下，她树攀东枝，就是她摩耶夫人的手啊攀住这个树啊，那生下来的话啊，这个是东攀树攀东枝嘛，这边是西。如果照经典说了啊，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啊，那摩耶夫人的树是抓住树的东枝的，所以它是面向怎么样？面向南北的啊，通常是这样啊。那释迦，所以它是
这边如果是这边东西，这边是比如说假设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啊，然后它攀这里，然后它就是面向这里，然后就往这里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然后它可能比如说摩耶夫人在这里，然后它攀的这边东支这边，然后它就是面向这边，然后向北。啊，如果是一善建立毗婆沙的，它就变成这样。然后他说住于东面，就是四方各行七步。到这个本行基金，他已经是讲四方了。但是他虽然讲四方，他没有说四方都有讲啊，他只是讲各行七步住于东面。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四方各行七步。但是他只讲一句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啊，他只讲什么啊？到东面这边啊，他只讲啊，那么讲什么啊？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胜啊！到现在都差不多一样哦，讲的多半都一样哦啊！一切世间，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胜，都差不多啦。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啦，大概就这样啊啊！我们总结就是这样，好。那么我今当断生老死根，好，那么这个就比较没有讲到啊度众生，但是一样，他后面应该比如说要度众生啊，其实我今当断生老死根，这个就是天人师的意思啊，啊天人师的意思啊，那这个讲到一切世间了啊，他们并不是讲天上天下而已啊，那天上天下当然都一切世间，天下。天以下就有六道嘛，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以人为主，啊，我今当断生老死根，啊，生老死的根本就是轮回的根本了，啊。好，那这个是本行基经讲的。好，我们再来看哦。后来就他虽然讲四方各行七步哦，但是他也只讲这一句话而已啊。那么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胜啊，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 啊，我要断。生老死根要度众生，啊，大概就是这样，啊，他是他后面没有讲，他讲这样。好，在底下看啊，你会看，没有发现到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好，然后另外众许摩诃地经，众许摩诃地经跟有部是同本意义，啊，就是众许摩诃地经跟有律的这个破身寺里面佛传里面有佛传嘛，上次我们有讲佛传啊，那么它是同本意义来的。好，那么虽然是同本意义，但是翻译的人不一样。啊，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改变，要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翻译出来的可能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楞伽经》，你看，这个鸠摩罗什不是鸠摩罗什，啊，这个禅宗的祖师达摩来的是一四卷楞伽，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后来就变成七卷的楞伽，后来变成十卷的楞伽，你就会发现到，就是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不同的翻译者，他基本上这些都会产生变化。我们要很合理的看待这些经论。好，那么《众许摩诃地经》啊，这个其实是说一切有部的佛传啊，但是翻译的人不一样，或是他也许拿到的版本有一点点差异，不太一样啊。《众许摩诃地经》卷三啊，你看，你会看到变化哦。你们看前面的《易足经》很简单，左右是啊，这个三界不安，何可乐者，就讲这样而已啊。那到了这个像《长阿含经》啊、《普药经》啊，它就变成走七步啊。那么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啊，我来这里是要度众生的啊，我会出生死，要断生死啊，大概就这样啊。三界律大概这个就是两件事啊，就是两件事啊。那如果像《易足经》就是。三界不安，何可乐者？啊，就这样而已。那这里就变成啊，第一个啊，我是来成佛的，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啊，我这成佛就是最后一生了嘛，不会再轮回了嘛，也不会再来了嘛。啊，然后我要度众生啊，大概就这样。然后再来就特定的方向有向北，啊，然后只是长一方而已，啊，然后再来就是走四方，然后讲一句话，四方然后讲一句话。然后再来就是走四方讲四句话，走六方讲六句话，就变成这样了哦。好，我们看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你没有比对过，你基本上就不知道
哦，原来，那你说你要相信哪一本？各个部派相信的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众寻摩诃谛经》卷三啊，这个大家回去查都可以查得到。它一样，四方各行七步。你看，它这个只是四方，然后重点再讲一句话而已。它也是各行七步了，一样各行七步啊。然后在东面的时候讲这句话啊。那这里是四方各行七步。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变化了，它的变化啊，就越画越大，越画越大。好，那么观察四方啊，后来都变成讲观察四方了啊。那么最原始的就是左右视而已啊，左右看而已啊，啊，观察四方。好，那我们来看哦啊啊，他没有啊，他说四方各行七步，观察四方是后来根有律说的啊，但是他只是讲四方各行七步。好，那么但是他没有讲什么，他只是说东方表啊，东方他说表示啊啊，那么走四方是表法啊，表涅槃最上。那我们可以跟他同部派同本意义的根有律来比较啊，表涅槃最上。那他这里说南方表利乐群生，就变成四件事了，本来是两件事，后来变成四件事了啊。啊，你可以说本来两件事，后来变三件事了啊，就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我要出生死，我要度众生，就变成三件事啊。那这里是变成四件事了啊。然后他这里是南方涅槃最上，南方表利乐群生，就是表法了啊，表示了啊，表利乐群生啊，就度众生啊，表利乐群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然后西方表解脱生死，啊，这里就分成四件事了，表解脱生死。北方啊，表永断轮回，我看起来还是两件事了啊，或是三件事了啊。好，那这个是《众寻摩诃谛经》，那么跟它同本意义的根有律啊，根有律啊，根有律破生死啊，根有律破生死。这两本是同本意，都是有部的了啊。根有律，根有律是我们简称啊，就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啊。好，我们就讲根有律了，太多了哈。根有律破生死啊，这个这里面有记载佛传啊。卷二啊，卷二。啊，他是讲啊。行七步观察四方，行七步观察四方。他讲的就多了哦。好，我们来看，他是此是东方，我是一切众生最上啊。他说此是东方啊，此是东方，就是释迦这悉达多太子啊啊，然后生下来啊，就此是东方。他没有讲举手了哈，有些会讲手右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他就讲此是东方，我是一切众生最上啊。然后此是南方啊，此是南方，我们写在这边好了。要把它擦掉好，写在《众寻摩诃谛经》的旁边好了，好比较了啊。这样写看不清楚。好，根有律啊，根有律破生死。
卷二。好，他说第一个，啊，他是行七步观察四方，行七步观察四方。那后来基本上多数的都是这样写，行七步观察四方。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易筑经》的左右是这样啊。好，那么他讲啊，此是东方啊，第一个此是东方啊，第二个啊，我们先把这个写好了，此是南，此是南方，西方北方，此是南方。第三个，此是西方。第四个，此是北方。好，东南西北。好，那他讲啊，这个是我是一切众生最上。啊，如果我们比对，它是同本意义哦。我们比对来看啊，他说这个是表涅槃最上，啊，那他说南方我看众生之所供养，我看众生之所供养，啊，你看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他是利乐群生，啊，那么西方我今决定不受后生。啊，这个是龙树讲的，我生胎分尽，啊，我今决定不受后生，这一生是最后生的了啊，来成佛了，菩萨的最后生，一生补处的最后生，如果是阿罗汉的最后生，他基本上，啊，如果不是在这里，那就是在五不还天，啊，其实是这样，啊，我今决定不受后生。此是北方，我已出生死大海，我今已出生死大海，已出生死大海。好，我已断生死。啊，基本上还是两件事了，啊，你看，他这个就讲有断轮回，啊，解脱生死，啊，然后利乐群生，这个是涅槃最上。啊，但是他没有讲，他只是直接讲表什么表什么而已。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是啊，那么讲这个开始有讲举右所的啊，那么过去现在因果经啊，那等一下来讲六方的啊，还有讲六方的，这个是讲四方的而已啊，一方、四方、六方、十方啊，那都讲些什么啊？那我们看过去现在因果经，这个也是佛传。他说：“行七步，举右手。”后来我们的浴佛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个太子，然后举右手，然后一只手，还不但举右手，有些他还这个举这个右举这个食指啊，一般还举食指啊，啊，一般都举右手，然后一般还举食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一般啊，这边有没有释迦的像啊？那一般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怎么来的啊？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是。依这些经文综合而有的了，好，行七步举右手，那么讲什么呢？啊，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圣，你会发现大概一样啊，我为一切，就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唯我独尊啊，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念起来顺多了啊，简单啊，啊，他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圣，因为他未来要成佛的嘛，而且只有他一尊佛，只有他一尊佛，没有除他之外没有其他的佛，啊，就这个娑婆世界啊，啊，最尊最圣，无量生子于精进，啊，最后一生啊，其实就是你看翻译的不一样啊，但是道理里面的内涵是一样的啦，无量生死于精进。
把这个讲完。此生利益一切人天，一样三件事。第一个，我是来成佛的；第二个，这是我最后一生，我会出生死；第三个，我会度众生。那有时候这两个放成一个，有时候就拆开成两个。此生利益一切人天。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开始有所谓的举右手。好，我们先下课。大家先下课，等一下再来讲。我把六方的先抄起来。六方的。一出菩萨本起经，
我们接着再来看。那我们说过关于佛出生，那么到底走了几步，讲了哪些话，那么这个在各个佛传讲的不一样啊。我们接着下来看啊，他说啊，先看这个过去现在因果经啊，卷一啊，应该是卷一啊，看一下啊，卷一对啊，卷一擦掉啊，卷一。那么它是行七步举右手啊，这个简单，这两个都比较简单啊。那么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啊，那一样啊，这个也是行七步，也是举右手，天上天下均无过我者。好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好，那现在我们说过有走一方的，有走四方的，有走六方的。那四方的是有步的，有步的是走四方。那现在这个方广大庄严经啊，那么是走六方的。好，那你看它东行，向东行七步，这个是走六方的。那很明显，很明显，这个一般都是六方怎么走？六方不能走嘛，东南西北，然后上啊，它往上往下要怎么走啊？但是基本上印度习惯讲六方啊，后来讲到十方嘛。好，那他说我得一切善法，当为众生所知。我于这个是东，然后向南方，我于天人应受供养啊。然后向西啊，我于世间最尊最胜啊。那么此即是我最后变身，尽生老病死啊。通常就是这是我最后一生了啊。那我要得解脱了，我要成佛了，我要度众生了。通常是三件事啊。第一个，我要解脱，我来是要得解脱的，出生死的。第二个啊，就是我要度众生，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我在这个世间是最尊最胜的啊，无上上。好，那这个下根上，他想的就不太一样了。我当降伏一切魔君，啊，又把这个降魔的事拉进来了。然后你看，灭地狱诸猛火等所有苦聚，讲到灭地狱苦了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那我们说过像比较后期的，比如像《地藏经》啊，《地藏十轮经》，它就比较偏重在三恶道的了啊，离三恶道的苦。施大法缘与大法语，当令众生尽受安乐啊。那么这个是下方啊，所以很明显的把下方放在走这三恶道这个地方了。好，那么上方我当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啊，天人师了。好，那最后讲完了之后，还讲一个经。我为大医王，能除生死病，我于世间中为最尊最胜。好，这个是在佛传里面讲最多的啊，就是他开眼最多的了啊，就是讲六方，然后讲了这么多话。好，那大圣里面他讲十方，有一些讲十方啊，那十方里面他并没有比较，没有说十方都各讲什么，没有，他只是讲十方。那么最主要的，比如说《大般涅槃经》啊，卷七啊，然后《大宝积经》啊，卷十会，它里面有所谓的净饭王一佛品啊，这个里面是在讲净饭王有一天去见佛，然后跟佛讲他当时出生的情况是怎样怎样怎样啊，讲这件事啦，因为佛可能不知道啊，还是说他净饭王跟他说哦，那佛当时生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啊。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哦，看《大般涅槃经》讲的哦。这个大般涅槃真是大圣的那个大般涅槃经啊。好，他说，假设因为他讲十方嘛，假设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流传所谓的如来，尤其是大圣经典，如来刚出生的时候，十方各行七步，那这件事基本上很多人是不信的啦。第一个从幼学生，第二个生之后走七步。但是他不是讲走七步，他是讲十方各走七步。那么这个很多人不相信啊，那十方各行七步要怎么走啊？然后我们就在地球上，他其他人怎么看啊？然后要讲给谁听？那这种听起来比生下来就走七步还更不可思议，更难让人相信。但是他说什么？你看哦，如果说假设说如来生的时候于十方各行七步。这些是不可信的，就是这样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不可信，这样的说法不可信。他说什么呢？他说，假设你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可信，
你认为这个是编的，那么他说这样你就是魔，是魔所说。那有些经典里面会这么说，他说这个就是魔所说。那么你随顺魔所说的，就是你认同，你认同。比如说我说，比如说我说，你说佛十方，十方各行七步啊，这个编的了，这个不可能。那么一大波涅槃经的说法就说我是魔了啊，我随顺魔所说。因为假设你认为这个不可信，那这个是魔所说的。那么你认同，你也认同这样说啊，不可。比如说我说了，你们认同啊，这个哪有可能啊？这不能信了，这哪有可能？哎，你就是随顺魔所说，是魔的眷属啊。你看，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见当时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当时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你讲这个不可信，但是他就跟你讲，你要说这个不可信，那你是魔；你认同他说的不可信，你是魔眷属，跟他一挂的啊。你看，他就基本上，你看这后来大圣经的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假设说啊，就是这件事，如来生死一十方各行七步可信，他是什么方便示现啊？就是如来示现这一些是要利益众生的。是方便的，方便示现的，是真的有这件事，方便示现，啊，那么四名如来所说经律，假设哪一个部派的经跟律里面，那么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它是方便示现，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有部的里面啊，那是方便示现，那么是真方便示现是说真的有这件事，啊，那么它是方便示现，啊，就好像这个《法华经》讲如来成佛也是方便示现，涅槃也是方便示现，甚至后来这种方便示现哦太多了，甚至提婆达多要杀佛、堕地狱都是方便示现，那弄得我们最后好像世间一切都是方便示现，只有我不是而已啊，后来变成这样了，就是很多东西到底能不能信，我们会觉得啊，那因为方便后来在大圣用得太泛滥了，提婆达多。杀佛也是方便，堕地狱也是方便示现，啊，后来说他在地狱受三惨乐，根本就没有受苦，啊，然后所有一切都方便示现，那这样会让我们会觉得，那到底什么是可，什么都是方便，那都已经排演好的，剧本早就写好的，啊，就会变成这样了，啊，好，那你想啊，假设说这个是如来方便示现，是名如来所说经律，即是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是魔，啊！你看，后来大波罗蜜经讲到这个样子，虽然他这样讲，我还是不相信啊，啊！为什么？哎，这个不可能嘛！你想，最早的一足经都没有讲到这么复杂，十方啊，没有。你说左右是生下来能走这件事，在历史上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哦。生下来假设就能走这件事了啊，那可能还是有的啊。但是这个还不是那么离奇，你说这个一般来讲还会讲，一般还有更多情节啊，就是我们只是没有讲，比如说他要生下来的时候，九龙灌水，啊，就九条龙吐水，然后那个天王啊，四王天的天王还是道月天主给他捧那个盆，啊，然后还有梵天啊，那脚踏每走一步都有一个莲花涌现，反正讲的很多啦，不只是讲这样，我们只是就。龙树大致里面说的，然后提出就是说佛传里面的记载非常的多，那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有一个什么观念，就是说他从一方到你说右胁出生，也不是所有的部派都讲右胁出生哦，有部就没有讲右胁出生，有部基本上是讲从产到生的啊，所以他会说他不讲右胁出生，除了有部之外没有讲右胁出生，其他的部派一概都讲右胁出生，所以有部说他这个天人化现一个老妇人挡在那个摩耶夫人的前面了啊，就变成这样啊，之后变现什么？但是他不讲话右胁出生，但是有部讲走四方，有部讲走四方啊，那到了大方广大庄严经讲六方啊，到大波罗蜜经讲十方啊，甚至跟你讲，假设说我说。出生就走十方，你不信，那你是魔，啊？你怎么可以不信呢？啊，我不可思议，啊！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智一点的，啊，理智一点。基本上，像我们讲右胁出生，这个可能是跟他道立天下来的，啊，或是他是刹帝利有关。他在说明一些事，他应该不是真的啦，不太可能是真的啦。
那么走生下来能够走路这一件事，他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生下来有些有可能就可以走啊，但是讲话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啊，就是生下来走路讲话这件事比较没那么离奇，但是你说走四方、走六方、走十方，这个就有一点离奇了啊，这个就有一点离奇了。好，但是这个也可能就是所有的佛传基本上都有讲这一件事，都有讲这件事，但是记载的详细不太一样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好，那我们再来底下看啊，就讲到这个走七行七步四顾观察，就四方了。那我们说最早讲的是左右视而已，一足经里面的啊，就左右看这样而已啊，就越原始的，就是越朴素了。好，那再接下来看啊，就是有探讨到说那。为什么？因为走六方、走四方有表法嘛。那为什么走七步？为什么会走七步？所有的经典，包括论里面，都在探讨说，那为什么会走七步？七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啊，那一般我们如果看经典里面讲，七基本上是圆满的意思，啊，七日啊，七在佛教里面基本上是圆满的意思，但是多数的经典都这么说了啊，他说七是。论跟经里面在讲到为什么走七步，除了华严经，华严经因为什么事都要凑到十嘛，都要凑到十，所以他走七步有十个，为什么走七步，走什么七步啊，讲了十件事。那这个因为他是比较什么事都要凑到十的。那一般来说行七步就经律论啊，我大概跟他看了一下，基本上主要就三件事，七步代表三件事。第一个最常说的就是七觉知，佛要说七觉知，七步是代表七觉知。第二个七步是代表七财，七觉知念责法清净喜清安定舍啊，从念责法清净喜清安定舍啊。不过七觉知里面的次第是三十七道理里面最复杂的。啊，比如说八正道，第一个一定是正见，最后一个一定是正定，啊，那五根五力，第一个一定是信，最后一定会，这个不会改的，啊，就是它的次第是一样的，但七觉知的次第是不一样的，到底是念在前面，责法还是责法在前面，还是舍在最后面，定在最后面？我特别把所有经论的七觉知都找出来比对，七觉知是有最多种说法的，啊，就是它的次第最不一样的。其他三十七道品七列嘛，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的次第都一样。那五根五力根力里面有三根、四根、五根、六根啊，就比较多不一样，但是它的次第是一样的。只有七觉知的次第，各个经律讲的不一样啊。你们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啊。但是基本上最常见的就是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这七个。那我们说行七步代表，基本上代表三件事。就是我们综合所有的经论来说了啊，代表三件事。第一个叫做为众生说七觉知啊，第二个就是说七财。那么七圣财的这种修法，在经论里面也是很常见的，但没有像其他那么常见。我们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部派，佛陀时代没有三十七道品这个概念，没有，没有。三十七道品是佛灭后，佛弟子把佛常说的解脱的次第方法，常说的找出七类来，叫做七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全部加起来是三十七个啊，但是有七类啊，有七类，这个是佛常说的。但是佛说的解脱的次第，针对在家出家不同的说法，不止这七类，啊，有一类没被收进去，就是七圣财这一类，啊，叫七财，表七财，信戒惭愧闻舍会，啊，那有的次第也不太一样，啊，就是说有的是惭跟愧在最后面，有的是会在最后面，啊，不一定，啊，那么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七圣财，讲七财，那这个也是很常见的，行七步是因为七财。华严经里面也有，其他经论里面也有讲到，
啊，信戒惭愧文舍会，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少知道。信戒惭愧文舍会，那有的把惭愧放在后面，惭愧文多文，他对在家出家都有这么说。文舍会布施，这个不只是在家的哦，出家的也有。这个也是修行的次第，但这个没有被列在三十七套品里面。如果列进去，就变成八类，再加七，就四十五道品了。三十四道品啊，三十七，因为这个也是七吧，有关于七圣财的啊。然后八大人觉也没有放进去啊，就是其实佛说的修行的次第了 啊，依各种不同的就是根器说的不同的。那最常见的七类，不拜把它变成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就解脱道品变成三十七道品。那其实除了这七类之外，还有其他的。那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七圣财啊，阿那律的八大人觉八念啊，其实它也是佛修的修行次第里面的啊。好，那么我们要讲行七步代表什么？最常见的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七觉知，第二个就是七圣财，这个都是修行的方法。第三个啊，就是七苦，消七苦，它基本上是说消七劳垢啊，七苦。除七苦了，啊，消除，啊，或消或除啊，除七苦。那七苦其实就出生子啊，消七苦，啊，一般来说，那你走七步是代表什么？啊，也有些人是说，那么超越六道啊，其实没有。佛陀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六道的概念，只有五道的概念，啊，五道的概念。那当然后来当然有所谓的六道，大智里面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啊，那常见的就是这三个。第一个应七觉知，第二个应七圣财，啊，七步啦，啊，就是他修行的方法啊，七觉知七圣，然后第三个就是除七苦，除七苦，七苦是什么？啊，七苦就是我们生之后会面临的七种苦，我们出生之后会有七种苦，啊，那么因为这个身体是五蕴，五蕴，五蕴炽盛之总说，五蕴炽盛之总说，因为无常就苦嘛。五蕴炽盛之总说，就是我们出生之后就有这个报身，报身会面临七种苦，加起来就八苦啊，其实就七种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基本上就这七种，生老病死，然后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那就是可以让你得解脱了，其实消这七苦了。好，那这个是经论里面啊说到啊探讨到为什么走七步啊，为什么走七步。好，那有些说那为什么观察四方啊，那比如说像《僧伽罗刹所集经》，那里面说到，走七步是七觉知，那观察四方是四圣谛，还有这么说。好，那这个我们稍微啊，稍微了解一下啊，有关于这个佛出生，那么各种经典所说的不同啊，所说的不同。那这件事当然在大波涅槃经的时代常被拿出来讨论，而且觉得不可信，所以他就会跟你讲，你说这个不可信你是魔，你相信这样不可信你魔眷属，如果你认为啊这个是真的啊，那这个是佛的方便示现啊，虽然有一点点不可思议，但是佛的方便示现啊，那么你就是菩萨啊，你是三宝的弟子啊，那虽然他这样讲我还是不相信的啊。基本上就是说你因为他这样讲更表现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可以从最早的啊，最早的易珠经啊，看起来比较朴素一点。好，讲到最后讲十方，那我就问嘛，那你上方下方怎么去，上方下方你怎么走，你告诉我嘛，你顶多就四方啊，你上方四方你要怎么走啊。所以其实学习佛法有时候还是要理性一点啊，你不能说啊这个是佛说的
啊，我只要比如说你念这个咒就可以灭八十一劫，念几劫几劫的重罪就可以出地狱，念了破地狱真言就可以破地狱，念了灭定业真言就可以灭定业。我告诉你，佛法没有这样讲的，啊，我不相信，啊，没有这种事的，啊，好，这个其实佛也讲了，你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啊，你就要怎样要怎样，无有是处，没有这种道理的，啊，没有这种道理。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这个就是解释这个佛说的这个啊，那。作事事语啊，这样的誓言讲了之后，身渐长大啊，那么舍欲亲属出家修无当道啊。那我们说这个在后面所谓的出家成就，三十五卷跟五十卷里面都有讲到他是怎么出家的啊，他是怎么出家的。那这个我们稍微大概讲一下就可以了啊。那等到讲到那里的时候再来讲。啊，他后面也有讲了，啊，据说在出家以前发生了两件事，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娶了耶稣陀罗了，啊，因为耶稣陀罗佛到底娶几个？那么有三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娶一个，就是耶稣陀罗，大智度论的说法是娶两个，那么那个大的因为不孕没有生，啊，那耶稣陀罗有怀孕，啊。那生了一个罗诃罗啊，不过罗诃罗是六年后佛陀成道的时候才出生的，这个是大智论里面举的。好，那但是事实上应该是佛出生的时候，佛出家的时候罗诃罗已经出生了，基本上正常的是这样啊。然后他要出家之前，他是半夜嘛，啊，那也有讲到为什么一定要半夜，佛是半夜出家的，中夜出家嘛，出尘嘛。第二个是半夜成道的。第三个是半夜入涅槃的，为什么要半夜？那么也在探讨这件事，因为论就是这样嘛。那这有什么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半夜？那都在树下啊，在树下出生，在树下转成道，然后在树下入涅槃，那都在半夜。那通常最常说的话，就半夜就表中道，表中道。那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啊，为什么这样是表中道？好。那通常我们先讲佛出家之前，啊，佛出家之前基本上，如果从，因为《中阿含罗软经》里面有提到，啊，有提到这个佛自己讲，他出家之前他为什么会出家？很多人喜欢问嘛，那为什么要出家？啊，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啊，为什么想出家？那佛陀可能大家讲知道他为什么？他日子过得那么好，啊，太太那么漂亮，他又是王子。他又年轻力壮，就有人问他嘛。通常会出家的都是年纪大了，啊，或是生活困难了，啊，或是有病了，啊，啊，然后他才出家的。你又身体又健康，啊，那家庭环境又那么好，又这么年轻，啊，那未来又这么幸福，那你为什么要出家？啊，那佛陀大概在这个《罗软经》里面，《中阿含的罗软经》啊，有讲到他为什么会出家。那其中提到他出家是因为，啊，这个他有讲到《罗软经》里面讲的还不是那么多了，讲最多的是佛所行善，啊，不过他出家是因为有看到所谓的第一个老病死，啊，就是他看到老人、病人跟死人，不过他讲的比较简单。那么讲比较多详细的是在佛所行善里面，啊，那看到老病死，他心里面会想，这个人老是这个样子，很辛苦啊，病躺在那里，然后一吃药也很辛苦，死，那么死到哪里去？那么他心里面会想，因为他那个时候会对这种老病死感到厌弃的，嫌弃，啊，我们也是这样嘛，嫌弃老人，嫌弃病人，嫌弃死人。怕死人嘛？有死人过去，哎，不干净，不干净。好，老人啊，老人啊，有那个病味，老人有那个老人味啊，那个病人有那个病的味道啊。我们一般会怕病人，怕老人可能比较不怕啊，但是会怕病人，怕死人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如果有人死了，然后棺材从旁边经过，那个房子都要关起来的，不晓得为什么了，反正大家都这样啊，就赶快把门子全部关起来。
那旁边有死人啊，就要贴这个窗户，还要贴那个什么红纸啊，什么要盖起来啊。反正就是我们一般会嫌弃死人的、啊，去参加那个死人的那个，比如说参加那个丧礼，回来都要洒净过，或是用什么做净过啊。反正这个就是我们一通常会嫌弃死人，嫌弃老人，嫌弃病人。好，那释迦佛当时看到老人、病人死人的时候，他也嫌弃的，他也嫌弃的。后来他有一天坐在树下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嫌弃这些人？我以后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啊！我以后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我不应该嫌弃这些人，因为我以后也会是这样的人。你看，他就这样想哦。那这样想了之后说，那我会老，我会病，我会死。那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能等到我老病死的时候，我再无可奈何啊！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以后会有老，会有病，会有死。所以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这样想的时候，据说，啊，进居天的天人，啊，当然这个是有这么说啊，进居天的天人化作一个沙门，也有说这些老病死、老人病人死人，都是进居天人视线变化的，要给释迦佛知道，要给悉达多太子知道的，因为进饭王，我们知道进饭王这个悉达多太子刚出生的时候。那么就请那个阿斯陀仙人，有些说请一个，有些说请很多人都来看，啊，那么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了啊。那么请阿斯陀仙人来看，阿斯陀仙人看了之后，就跟净饭王讲，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三十二相具足，那我们说不可能三十二相，因为三十二相里面有四相是牙齿相，四十齿，齿尖、齿密、齿白，啊，那刚出生不可能有牙齿，啊，一般。好了，释迦佛比较厉害了，悉达多太子比较厉害，刚出生就有牙齿了，也不可能四十齿啊，啊，要吓死人了啊！那所以也有说是十六相，啊，最早说是十六相，啊，不是十六相，十八相，啊，那么或是十六相啊，反正就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相，后来因为三十二相代表圆满嘛，后来就说三十二相。好，那这个太子有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只有两种人会有三十二相，一个就是法王，一个就是转轮圣王。那么有一些说是，那么他跟净饭王讲，这个孩子长大后不是做法王，就是做转轮圣王。如果他没有出家，他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统领地球的啦，统领地球的哦，不是统领印度哦。他后来就比较倾向于统领印度的啦，啊，印度王，比如说阿育王，阿育王是统领印度啊，他就是转轮圣王。那照理来讲，如果照经论说的，转轮圣王是这整个地球的王，啊，我到现在还没发生过了，未来有可能了，因为越来越密集了嘛，啊，那就是大家互通嘛，就是交通工具越来越厉害了，然后这个地球会变成就是一个国家，就是讲那统领那个国家的王叫做转轮圣王，好，有点像在欧洲也是变成啊，就变成慢慢就欧洲一个共同体啊。后来变成世界一个共同体。好，那这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出家，他就是转轮圣王；如果出家，他就是做法王。这个是第一个。那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阿斯陀仙人很明白的告诉这个净饭王，这个小孩子以后会出家，转轮圣王就是三十二相只有两种人，有一种是转轮圣王，一种是佛觉者。那么这个小孩子以后肯定会出家，肯定会出家成佛。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好，那么阿斯陀仙人啊，也有记载到这个阿斯陀仙人回去跟，就是看了这个悉达多太子之后，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大了，阿斯陀仙人年纪很大了，然后回去跟他的年轻弟子讲说，啊，你记得，啊，因为出家从这么小刚出生到出家，至少释迦佛是二十八岁出家的嘛，但是他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出家，也不晓得出家后什么时候成佛。但是他很确定这个小孩子以后会成佛，所以他回去就跟他的小弟子说，他的弟子很小啊，年纪很小啊，他才遇得到嘛，他这么年纪大了，七八十岁了，再等二十年，顶多最多二十年嘛，那最少二十年他才能出家嘛。那释迦佛是二十八岁出家的嘛，二十九岁出家，36年，经过6年修行成佛，35岁成佛啊。那如果照释迦佛那35年之后，那个阿斯陀仙人都七八十岁了，他活不到那么时候，他也知道
他活不到成佛，佛再来的时候，所以他回去就跟他的弟子讲：“你记得，你记得，因为他很小嘛，他才十几岁而已，很小。你记得，未来啊，30年、40年、20年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他很强调，我跟他讲哦，你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未来会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你要记得这个件事很重要哦，你要记得哦，你一定要去亲近这个佛，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嘛，这个小孩子，他师父死后，他的名闻利养，名声嘛，他是谁的弟子，然后他继承的他师父的信徒、寺院、财产，然后他又是谁的弟子啊，然后都全部继承，继承之后，因为名闻利养大嘛，因为他师父的信徒就移交给他嘛，或是他也相信他嘛，然后长大了，那个阿斯陀仙人过世了之后。他的弟子长大了，佛已经成佛了，他不把他当一回事，他也没去记这件事啊，然后甚至他没有去亲近佛，你看，你看多可惜，他的师父千交代万交代，以后会有佛出世，你要记得这件事，而且一定要去亲近佛，你只要亲近佛，会给你带给很大的利益，但是他把这件事忘了，后来佛成佛了，阿斯陀仙人的弟子也没有去亲近佛。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那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从他师父那边继承来的福报嘛，所以他也他自己的福报了。不过就是因为他师父留下很多给他了，然后他就沉迷在里面了，就没有去亲近佛了，那这个是在这个经律里面也是提到的。好，那我们说他出家之前。出家之前主要是看到老病死，那后来就变成所谓的四乘幽观嘛，后来就变成这样了，东门看到老人，西门南门看到病人，西门看到死人，北门看到沙门，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原来的说法是佛陀金饭王为了怕这个，因为阿斯陀仙人说他后来会出家嘛，或是他可能出家嘛，所以佛金饭王啊，金饭王他爸爸。因为金饭王老年得子，他的妈妈摩耶夫人据说啦，经论记载都是40几岁才生，大概都40几岁，超过40几岁，40岁以上叫做高龄产妇的，那么生下来7天就死掉了，据说生到刀立天了，一般都说刀立天了，也有说到多帅天了，一般都是说在刀立天。好，那么就生到刀立天了，那他因为他是高龄产妇。所以，而且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所以也不能再生了。那金饭王其他的太太，有些说是大爱道也是他的，大爱道也是金饭王，就两个姐妹，摩耶夫人跟大爱道是姐妹嘛。有说是她都是嫁给金饭王，有这样一说了。那有些也说不是，好，那不管啊，反正就金饭王大概就是除了摩耶夫人啊，那如果是大爱道也是金饭王，那么阿难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佛陀同父异母不是阿难啊，难陀了，讲错，难陀啊，难陀是大爱道的嘛，大爱道的儿子嘛。好，那这件事就是说，因为金饭王很怕悉达多出家，所以给他盖了三个宫殿有些说春天、夏天跟雨天，有些是春夏冬。那盖了三个宫殿，然后里面给他很好的花园，然后让他尽情的游玩，而且让所有服侍他的人，老的、生病的、长得不好看的、丑的、身体弱的然后比较笨的，全部不能够去接近悉达多太子。在悉达多太子旁边的都是那种年轻貌美然后聪明的，让他对这个世间充满什么？充满欢喜。不要让他看见这些，因为当时就很多沙门都是要除老病死的，他就不让他看见这一些了。所以金饭王的刻意安排下，释迦佛过的日子，悉达多过的日子是很幸福的。但是他有一天就出那个花园去看见，就出叫做出城游观，讲这件事。后来这件事就被编成是出东门看见，出南门东南西北门看见老病死沙门。但是他是其实是他是出城游观
出这个迦毗罗卫城了，在路上分别看见老病死跟沙门，那一般我们有时候说的就是他往东城、往东门、往南门、往西门、往北门，后来就变成这样了。那一般来讲是他出这个迦毗罗卫城，出城游逛了，一般叫做出城游逛，去游览了啊。然后分别看见，啊，这个在《罗兰经》里面大概也有提到，就是说他看见老病死，然后心里面他本来看见老病死，他会有嫌弃心的，我们也会啦。我们看这个老人，哎呀，就是肌疲厚啊，或者现在行动缓慢啊，然后看见病人啊，看见死人，越少接触越好啊，就变成这样，会有嫌弃心。然后他第一个反省是说，我为什么要嫌弃他？我以后也会这样啊。然后有一些就是说，他会问那个旁边的人。那个是什么？没看过啊，这是什么的？因为金王王特意安排嘛，不让他看见这一些。那是什么？老人，他会问。那所有的人都会老吗？是的，所有人都会老，啊，包括太子，你现在年轻，那以后也会老，啊，那是什么人？那病人，所有人都会病吗？会的，啊，身体这个五蕴的身体没有不病的，大病小病的而已，没有不病的。所有人都会死吗？所有人都会死。好，他心里面开始思维这件事，所以后来在《杂汉经》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杂汉经》里面佛对比丘讲，他说有四种马，其实也呼应到这一件事，就有四种马。有一种马哦，就是看主人的鞭子还没打下去，还没打下去，他就知道要跑，啊，往右边他就知道往右走，往左边就往左边走，往上一点就是要跑快一点，因为打下来比较重啊。主人还没打，他就知道要往哪里跑了。这个是第一等人，就是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看见别人，不用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知道老病死要赶快有问题，老病死要解决了，啊，然后这是第一等。第二等人就是，啊，已经打下去了，轻轻打下去，他就知道要跑，这是第二等好马，啊，就是说事情，比如说我们只是听说，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哎，我们也会有。释迦佛只是看见别人的老病死跟他没关系，这些人跟他没关系的，他就知道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啊。然后第二等人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那么因为发生在你周遭的人身上，那么对你的感受会比较深，比较深刻了，那么他就知道，哎，我要对治了。第三等是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比如说你的父母啦，你最爱的人啦，像莲池大师也是这样，莲池大师出家是因为他父母，都往生了嘛，啊，然后他接连了，啊，像一顺导师也是啊，啊。他好像一年里面不知道死了几个人，那有一个是跟他一起住在一起的啊，他的爸爸还是谁啊，然后他就会有这种啊世间无常的概念，这种是第二等的。第三等的就是发生，第二等是发生在周遭的人身上，第三等是发生在最亲的人身上，第四等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知道要修行了。那这也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啊或怎么样啊，或者生什么，他就开始觉得世间无常，他要修行。那么这些你知道要修行都叫做两马，啊，那么这个在佛陀里面有讲到。那么比对于佛陀为什么出家，他基本上是看到这些人跟他不认识的，但是他就会讲，这个老病死以后也会在我身上啊，我以后也会有老病死。他开始虽然他生活过得很好，很幸福，很美满，未来充满光明，啊，现在充满欢乐，但是他会想，我以后要面临这些问题，我必须现在就要想清楚，要解决它，啊，然后怎么解决呢？他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出家这件事，也不知道有沙门这种人，他没见过。后来他在路上遇见一个沙门，他想，哎，那是什么人？啊，或是那个沙门有说那个沙门来找他，啊，见具天人化现的嘛，啊，那你是什么人？啊，我是沙门。沙门是做什么的？沙门是要解脱出生出老病死的。哎，他一天心里面开始对出家这件事挂意上了。那有说他后来去跟金万王说要出家，金万王不允许。后来他才偷跑，半夜啊，就找那个禅陀，我们叫车尼，然后有时候是骑白马啊，有些时候是骑马而已啦，啊，就把那个马背着半夜，然后就出城，啊，那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啊。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叫他回去，到跑多久
一般都记载十二游行，这里也记载十二游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有一些是说从半夜一直跑，跑到白天明相出来，啊，明相出来好停了，然后那有的说有固定的要往哪里跑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种说法。好，那这个你讲到啊，那释迦佛在出家之前是因为见到老病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看到农夫在耕田，就是有这两件事啊，促成他出家，促成他出家的原因。然后重点是他会想啊，重点是他会想。那么第一个就是看见老病死，那老病死他会想，我也有会有老病死啊，所以就有那个杂含里面就是四种马啊，四种良马，就是你知道要修行，知道这件事以后发生在你身上，不管是你听说、你看见、你认识不认识的人、你周遭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挚爱，或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会想要修行，那都是良马。有些人是打死了都不会跑的，啊，也不知道怎么跑的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好，那释迦佛是因为知道看见老病死，虽然老病死离他很远。第二件就是他看到农夫在耕田，那农夫在耕田，那么看见动物之间彼此伤害，那他升起慈悲心，觉得这个世间哦是苦，那么大家彼此伤害，农夫在烈日下流着汗，那要耕田，那个牛耕田，那牛要被打，那被打的时候那个身体会流血，然后这个土翻起来，那个虫旁边有很多鸟在吃这个虫，那这鸟互相要吃虫，也要争吵，也要争着吃这个虫。他看到这一幕呢，就是在这个世间众生彼此伤害，为了生活啊，所以他就走到树下想这些事，想得很详细，就是想得很专注，那么开始入初禅啊，有记载这件事，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家的时候就有初禅的经验啊，后来他才又去找出家之后才去找师父，就是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已经有先有这些经历，那么才造成就是第一个他看见农夫耕田，那牛这个牛很辛苦，这个农夫也很辛苦啊，那众生这个鸟吃虫啊，反正这些众生彼此辛苦跟彼此伤害的事。第二节他看见有老病死跟沙门这件事，然后埋下他未来出家的种子啊。后来他出家之后啊，我们这边往地面底下看啊，他说他这里有讲到中业出家修无上道啊，他前面是讲做事是以身见长大，欲舍亲属啊，就是要出家了啊。但是出家到底为什么会想出家，就是前面有这两件事了，一个就是看见老病死，一个就是看见农夫耕田啊，那么众生彼此伤害，然后一直在受苦这件事，然后让他想出家。好，那么所以后来就出家了，舍亲属出家修无上道啊，这个在后面有说了，在出家成就那边有说啊，那这里就是简单讲啊，因为这里重点不在讲这个，这里重点在讲为什么会说般若波罗蜜啊，那顺带讲的。好，那中夜起观啊，那中夜大概就是半夜了啊，就是一般我们说十点到两点，因为它一时是四个小时嘛，初时日出日中日后，夜出夜中夜后啊，我们叫初夜中夜后夜了，初夜中夜后夜啊，那么日出日中日后，昼三时夜三时，印度是六时，所以成六时吉祥嘛啊，就是一时相当于中国的两时，中国是十二时嘛，天干地支是十二时嘛。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基本上是这样嘛。那子时相当于现在是24小时，中国是12时，印度是6时，这个不太一样。印度是6时，那么相对于现在的24小时，一时就是4个小时。中国是12时，它是天干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以一时是2个小时。那印度一时是6个小时，它是6时而已。昼三时，夜三时，分初中后，啊，就是日出、日中、日后，那初夜、中夜、后夜啊，基本上分这样。那这个是中夜啊，涅槃也是中夜啊，要出家，余程也是中夜。
那么在菩提树下成道也是重业啊，也是重业。好，那这里讲啊，这里讲说这个出家修无上道，中业起观，见诸弟子。那个时候还在王宫里面啊，他是中业起观的啊，看到见诸弟子后妃才女。那通常像这个，我们看一下他，如果你有课本的话，你就看下面的注解；没有的话，我就念给你们听，没关系。他底下有引用这个五分律的啊，那么他主要在解释这个偈子啊。但是啊，如果依这个大智论里面啊第五个，他基本上很简单的就是啊，看见工人，那么有一些是讲直接讲见诸才女而已的啊，其实他就是看到这些宫女啊，很简单，就是只是这样，看到这些宫女。啊，那么有时候是天人给他示现，如果依佛所行藏里面，还是天人示现的，给那些宫女本来很好看的，都变成不好看，啊，都变成不好看，啊，那所以他说见诸妓子后妃才女，其实就见到这些宫女啊，这些宫女，因为王子的身边有很多宫女啊，奴婢宫女很多，啊，那所以状若错失，其实就是不好看呐，好像死人或是。很不好看的人，其实就给他看到这一些宫女，以前都是很漂亮的，现在没那么漂亮了啊。好，我们顺带看一下好了，因为他这里讲到见诸宫女，在卷三十五，他又讲到出家成就，啊，我们就连着看好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讲到后那么后面，所以我们把后面的就拿来看，啊，智论卷三十五，啊，智论三十五讲到出家成就这件事，啊，因为这里也讲，啊，他第一件事是在金王王宫。在王宫，就是晋万王的王宫了，在王宫欲出城游观，啊，那出城游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他见到老人、病人、死人这个，啊，出城游观，啊，第二件事就是指这个俊基天人，啊，化老病死人，老。死人，啊，让这个太子，啊，心厌离这个五欲，啊，心厌，啊，厌离这个五欲，然后第三个，啊，这个是第一个了，出城游观，啊，应该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出城游观，那进去天人。啊，就在他出城的时候，让他看见老病死人啊。当然后来又有沙门了啊。第二个啊，令夜半啊，就是中夜啊，见工人啊，见诸工人。这个时候还没出城，但是他基本上啊，他就是让他看见这一些了。后来有出城啊，一般说是出城看见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回到王宫里面了。然后回到王宫里面的时候，那么看到这些宫人，啊，他出城游观回来之后，他看见老病死人，他就想出家了，啊，然后回王宫的时候，啊，据说有他有跟金发王讲他要出家了，啊，然后又令夜半，啊，又令夜半见诸宫人。啊，这些宫女都是特别挑选过的，又年轻又漂亮的啊，那么又聪明的啊，但是后来都变成看见这些宫人不好的啊，见诸宫人妓子啊，
妓子其实就是在这边表演的啦，我们唱歌跳舞的啦，啊，恶若不尽，啊，都流鼻涕啦，大小便啦，反正这些比较难看的啦，啊，啊，然后就是那个姿态比较不好的啦，啊，涕唾流血，啊，这个是他的形容啦，就是释迦佛为什么出家啦，啊，都是他已经这个厌离这个五欲的啊。无所省察，啊，屎尿涂满，啊，你看他写到这样，啊，那么整个身体都是屎啊尿啊，啊，当然这个讲的有一点夸张了哈。那菩萨见你便见厌秽，就是他出家，啊，那这里只是简单讲，啊，简单讲见诸妓子，啊，才女啊这些，但是他那里就三十五卷这边讲的很详细啊，见你。即便厌秽，这个在《佛所行传》里面也是这样记载的啦啊，菩萨见你，见便厌秽啊，就看了啊，就产生厌离了啊，他不会再喜欢这个五欲的啊。然后第三件啊，就是他出家之前呢，啊，为什么他半夜出家？他说：“或使诸天，啊，又是天人视线，反正这里就讲天人视线了。诸天啊，天人，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啊。令女人啊，恶心嫉妒，恶心妒忌，啊，不是恩德。”这个大智论卷三十五有哈，恶口七款，就是把他不好的啊，把这些，因为他悉达多是男众嘛啊，所以他就是让他看见这一些不会贪恋这个女众了啊，那么恶口七款无所省察，因为净饭法门都是把聪明漂亮年轻的人带进去服侍悉达多的。但是他就让他看见，其实人没有都一直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让他不会贪恋这个了，啊。啊，然后所以他后来就即便舍之，就是他已经有出离心了啦，啊，出离心其实基本上第一个一定是出离无欲的心，出离心一定是先出离无欲的心。所以八关斋戒是在家人修出家法，他就是出离无欲，色身香味触，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智论卷三十五》讲到说，这个他是为什么会出家？那卷五十，我们说卷五十也是讲出家的啊，我们可以跟这个比对啊。卷五十也是《智论卷五十》，它就很简单啊，业余宫殿。他啊，其实就是翻译的见诸才女，啊，就晚上半夜在宫殿看到才女皆如死状，啊，他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他对那个老病死一般都是人家嫌弃的，那这里就一样啊。其实他讲，其实就是忌止啊、后悔啊，这个都是。一样啊，就把这些才女一样，他就是，你看他是卷五十，他就是讲这样而已，啊，他是业余宫殿见诸才女皆如死状，啊，那这里就是讲多一点，然后三十五讲的更多啊，基本上是这样，他讲见诸妓子后非才女，状若臭尸，这鸠摩罗什的翻译前面后面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翻译不太一样。那这个是释迦佛要出家之前第一件事啊，就是能够让他看到老病死以及世间是苦，看到这个现象啊。第二个，那让他看到世间不圆满的一面啊，特别是让他生厌离心，厌离五欲的心啊。那这个也讲到说，那么出家必须要知道
出家就是要离老病死，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先厌离五欲，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其实是站在这个，就是净土法门其实是站在这个次第上说的，就是说你第一个要厌离娑婆，厌离娑婆不是厌弃这个世间，是厌离老病死及厌离五欲，厌离五欲，因为娑婆世界有这种现象，老病死跟五欲的现象，就是这个世间，就释迦佛当时看到的啦。那么你求生极乐是要求生什么？求生涅槃，就是你要厌离五欲。他即使是告诉你，你要厌离五欲跟厌离世间，不贪恋这个世间，那么怎么样？然后求解脱，原来是这样子的。好，那厌离心求，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什么是极乐？涅槃就是极乐，涅槃解脱就是极乐，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讲到中叶起观见诸弟子，或非才女，状若臭丝。好，那就是他要出家之前，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为什么要出家？啊，后面就讲他出家去了啊，行动，然后之后啊，就是叫这个车尼骑着白马，那么就出城，然后走了十二由旬，先到跋伽婆仙人的地方。好，那因为时间到，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啊，通常一般我们知道的就是先修禅定，啊，到玉陀罗、阿罗罗迦兰跟玉陀罗摩罗子的地方修禅定，然后之后修六年苦行，然后但是之前啊，这个龙树的大智里面还有提到啊，就是其实最早是到其他的经论里面也有了，但是一般我们没有讲这个啊，就是到婆伽婆仙人修苦行的那个也是苦行脸啊，不过不是跟后来的六年苦行一脉一脉的苦行不一样，他只在这里，一般的说法只在这个婆伽婆仙人这里待一天而已啊，然后他跟他看的他的修行方式，他觉得这个方式不能解脱，他就离开了，只待一天啊，就婆伽婆仙人后来就去亲近这个玉陀罗摩罗子跟阿罗罗迦兰啊，跟玉陀罗摩罗子，然后他得这个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后来也不能解脱，他才去又修六年苦行，又不能解脱，然后他才自己去菩提树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这里龙树这里有讲到婆伽婆仙人，那这个因为时间到啊，我们下次再从这里开始讲，就从他出家，从出家啊，然后到婆伽婆仙人那里，然后他出家之后，他的这个袈裟，他剃头袈裟啊是怎么来的啊？就从这里开始讲。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